过去我们对脂肪的需求非常非常非常强。本来脂肪不是我们的敌人，嗯，就是后来你怎么哎，你这厨师怎么身材这么好啊？对呀、啊，算是吗？啊，对啊，你怎么不胖呢？深颜色的衣服，哎 <laughs>，所以你说这个这种呃脂肪，咱们过去感觉就是像是老外爱吃比较瘦的，看来这也是个误会。 是吧？嗯、但是你看现在，就像美国，就是社会趋势，就是越来吃吃的越来越少，就是脂肪。对。但是心脏病还是往往上走。没错。对。哎，这为什么呢？跟所以你得思考。就是所以说脂肪不一定是敌人。有一本书特别好玩，叫《写在基因里的食物》，嗯嗯、这本书特别牛。这个他说了，墨西哥人。 这个为什么心心脏病多了？比较多，呃，因为现在全球化，嗯，导致了墨西哥食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嗯、原来墨西哥人每餐里面都会有仙人掌，仙人掌里面有一种物质，和墨西哥人的人种里边缺失的某一个东西是有关联的，它是抑制它肥胖的。这个。 这就很，就、哎、<呦><这>相生相克呀。对，很神，就是我们的祖先没有现代科学理论做支撑，嗯、我们就是反复比对经验啊、呃，就反复比对。比如说，呃，西西里岛的人，他就不能吃蚕豆，很奇怪啊。为什么呢？嗯，看那本书讲的特别清楚，而且也是他就是就是反复比对，就是每一年春天他们都会生病，后来发现是蚕豆惹的祸。嗯 那我们河北人就没问题，哎，河北人就没问题。而且这里面还有个情况，就是其实脂肪这件事情是现代人承受能力弱之，只不过是因为现代都市人，嗯、我们没我我没,没有劳动，我们我们的生活，<对>我们其实现在过这样的日子，在人类历史上是很短暂的一个时间。嗯，比如说像今天糖尿病，全世界那么多人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意思？其实糖尿病主要是基因构成的。 就你如果一个人容易糖尿病，这在古代说明你容易活得下去，就是因为你很快的就能够吸收脂肪转化糖分，对，对吸收热量转化成糖分。但是现在你这种在过去在熬饥荒的时候，你有这种基因，你比较容易活过去。现在你就是糖尿病了，所以说明我的基因是。 饮食习惯对对，对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点吻合。嗯，那脂肪其实也是这样的，脂肪对我们人类来说，嗯、它是很难直接化为能量。是就比如我们吃瘦肉，做熟的瘦肉，我们可能很快的能够迅速的转化成能量。但是脂肪更多的是来给我们储存。啊，就是那过去的饥荒岁月里，嗯、大家可以看吴晗的《中国旧荒史》嗯。 那脂肪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重要了，我们对,对我们我我们对那个肥肉的那种喜爱是是写在基因里的，而且真的这个要引起我们思考，就是说啊，你看前一阵鲁豫访问那刘德华，刘德华就说吃素食身体很好，那看来呢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个人体质可能也不一样，但是呢呃这个前不久啊这先后出现一些国际上特别驰名的几百万粉丝的就是素食网红。 就是啊，天天在这秀，你看我吃素食素食。后来呢，给人偷拍到在吃鱼，不 <laughs> 是，就然后后来他怎么解释呢？他就是说啊，我这个时间更新的不是身体有点毛病，是医生让我得吃肉。呃，是个女的嘛？还有另一个网红呃女主播也是一直说素食，但是后来呢，确实呃身体皮肤生一些东西。然后呢，她这个医生她说我还是主张素食，但是现在这个医生让我要吃一些肉。 所以他们就有人这么解释，说是说，并不是说一直吃素就不行，但是呢，恐怕呀，素食里边含有的人体的各种营养元素，你比如说人家刘刘德华或者谁，会不会是人家有条件，是营养师必须做一个很精准的搭配，<对>才能提供你身体正常的营养。像我们要是没有科学指导。 就是说我完全不吃肉，就天天吃这素食，甚至还少吃，是不是？可能确实对身体不过一般，如果你要长期吃素的人，你又没有那种营养师的话，他们都要吃些补充剂的，坦白讲，因为你片什么的对，因为你我纯粹只蔬只吃素的话，其实是吸收少很多微量元素，这是必然的。比如说很多，比如说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要吃一些鱼肝油？当然，纯粹吃素的人是不能吃鱼肝油的，但是他要找到代替品。 要不然的话，他很多微量元素是会欠缺的。那当然，这个也可能跟先天条件有关系。比如说达芬奇，呃，今年不是他逝世五百年嘛？达芬奇就是一辈子吃素的人啊。嗯、那么，但是问题他吃，他活到年纪算大，在文艺复兴时代，也没听说过他有毛病。<对>那你就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情况很奇怪。 就现在发现，以前的人为什么吃素也还可以活得很大岁数呢？对，我们历史上多少千有多千百万和尚就是证明。就后来发现那个不准确的，那个是肯定不准确的。为、啊、什么？呃，没有没有任何资料证明和尚比普通的人活得久。对，嗯、但是呢，就算有活得久的，他可能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要忘记烹调过程了会产生什么？你用什么锅？ <你 S 2> 还有泥土的营养，对，有还有泥土的营养，一些铁要考虑的，是在烹调过程中进去或者流失的。哎，但是就说这个肉啊，我们像我跟小青这个年龄的人，那个感情啊，那是那是,那是 <laughs> 但是这种感情，以至于我觉得到底是错觉还是正觉呢？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吃的肉比今天吃的肉香少很多，哦、在我记忆当中，那就是它它生长时间长。 对，就以前的就就比现在好。哦、那这个这个都不用解释，就是他舍不得杀，要养一年才能。但是你没有发现你，你你拍了这么多节目，去这么多的地方，采访过这么多的人，你问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我感觉就是全部都会说一样的。我小时候的东西比现在的更香。对，其实我是我们的味觉退化啊、呃嗯。我我我去采访中国很多小地方的，我,我想了解这些，呃，民间的小吃什么的。 也会问的，你觉得现在和以前怎么样啊？现在的没有以前香。其实有一个人给我解释，也也说的挺有道理。他说，小时候我们的选择很少，嗯，而且我们就很很难的吃一顿饭。就像我，我一个经纪人，他他就说，哎，昨天晚上我们吃鸡，然后就是你这这个鸡怎么样呢、啊？他就说，其实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才可以吃一只鸡，那个时候你就会。 想念整个一年，哎呀，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对吗？然后现在你随便都能吃，就像你，你很难的见到一个人，还是去一个地方，你就很很珍惜这个这个机会，就觉得是非常宝贵的。然后如果你随便都能玩的，那你就觉得淡了，就没太大的意思。不过不过，我觉得还真的，这除了是种感情的关系之外，记忆的在在在,在作用之外。 也确确实实，现代很多东西的养殖跟种植方法变了，变了，肯定是变了，肯定是。尤其是中国，可能比中国变得非常厉害，更猛烈一些。嗯、是。那、呃、说个最简单的，就是我我去内蒙，我的同学说我，我哎呀，这次你就两天时间，我没时间带你吃羊肉。不是，这个这个呼市到处都是羊肉，他不是不是，这是你们大城市吃的羊肉，我们要吃牧民的羊肉。 哦，啊，牧民羊肉就是节羊，就是过了一年以后的羊，嗯、呃，牧民自己吃的，它会，它的风味物质就会更多。你比方说，你要去甘肃，有呃甘南的羊，它生长期特别慢，它要三年才能出栏。哇！啊、呃，牛要五年才能出栏，那个羊肉，那个不吃羊肉的人，那个餐厅都进不去，那个那个羊味儿就会非常非常的重。这个可能就和它生长期。 更长，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生产期长了，它的它的肉是是特别的那个，连肥肉都是紧实的，真是烤完了之后、嗯、刀一划，啪就能蹦开的，那种、哎、<呦>真,真的哎，肥肉都是紧实的。对、啊这个，这个行为，这个肌肉一直在运动，对，所以这个总会影响到它的味道，<对>很多方面呢，确实。但是你说的就是现在泥土的营养。 情况也变了，不一样的。然后就之前我看了一个厨师 Dan Barber，在美国也是想让所有的客人还有社会，我们重新来考虑，就是我们对这些种地的人和他的食材的要求是什么。他就专门跟一些农民合作着说，就说啊，我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然后农民说、就是：“你你想种什么样的东西？”他说：“就是味道重，可以变小。” 可以长得慢，但是主要是它的味道和营养。然后那些人回答的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这么一个要求，要么要求我们长得快，要么要求我们就是长得大，嗯，或者是可以避免一些<是>一些病类的，<对>从来没有人要求我们种一个东西就是可以味道很完美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这个番茄的味道比番茄更有番茄味道的、嗯、啊，从来没人给我们这么一个挑战，对啊，是不是很奇怪的？对、啊，就是原来我们我们要求的就是我们吃的食物的质量，<对>我们考的就是质量，营养呢？你可以吃这么一小块的肉，但是肉很香，营养很丰富，然后蛋白质、肪这这肥瘦比例什么都比较完美的，你也没必要吃这么大一块。 当然，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的要求变了。所以你看，我们在香港，我们吃东喜欢吃东西的人常常讲一句话，听起来像鸡有鸡味，对，菜有菜味，鱼有鱼味，这不是废话吗？但你你真吃，呃，吃的多，你就发现现在真不是鸡有鸡味，真不是菜有菜味。要讲鱼，比如说我们香港人、广东人那么爱吃蒸鱼，你现在随便，我们有种鱼我们很喜欢的，原来香港人叫三刀嘛，嗯，那三刀这种鱼蒸了特别好，但现在养的。 那个真，我们叫真三刀，真补的跟养的那个摆出来，你真蒸看，就完全两回事儿。就你觉得是根本那个养的那就不能上台面，嗯，就就你我不不晓得怎么跟你形容。比如说新鲜的野生捕获的三刀，真的刚刚好的时候，你是隔着几丈远都闻得到那个鱼的香味。 然后那里面那个肉一夹起来，里面那是有油在慢慢渗出来。嗯，还是脂肪，那鱼油，<laughs> 这脂肪排也是为什么厨师我们的那个基础和我们培训的方法也得改变。 就是让你看原来袁枚写的那些东西，嗯，就水盐释淡的，嗯、他就写啊，你怎么调一条鱼的，就是它肚子有什么样的白，嗯、什么像血一样。现在你要这样去菜市场挑一一条鱼的，你完全没办法按照这个说法来，来选它的食材。有道理。原来你就拿一个东西就说，哎，这个苹果好不好？嗯，你现在你没办法。你你之前就像我我姥姥或者我妈我爸，他原来小时候就选你一个东西，现在你没办法考这种选法。 你选不出来什么东西是好坏，啊、你看就是我们的水果，就是有椰子的因，就是因为它加工的，让它熟得快。对，因为如果它不是这么一个颜色，人不会买。所以，随着快熟啊，风味在失去啊，在流逝啊。是。但是，呃，快熟会不会带来快熟的风味我还没听说过，<laughs> 我没见过有快熟的风味我觉得今天最惨的是什么？包括我很坦白讲。 中国现在不是很多美食博主吗？你、嗯、知道您这行现在特火吗？就大家都跟随。他也是美食网红了。他他这不叫美食，这美食的老是纪录片故事、嗯。然后呢，现在请严肃一点。<laughs> 我就发现他们呢，呃，到处去打卡去吃啊，有时候我看呢觉得挺难过，因为我认识，偶尔认识一些跟他们聊，我就发现他们对，呃，去什么餐厅，这个餐厅得过几星什么这些很感兴趣。嗯 但是，比如说，我很仔细问你在吃的这道菜，这个是什么？我说这个季节不该吃这个，他怎么会给你这个？然后他们就其实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在吃什么，就所谓美食网红，原来对食材都这么不讲究，那你就没话讲了。哎呦，你要这么说，我想起这个罗朗啊，罗朗现在还教人做这个家宴呢、啊。我发现他真是有点随着时令天人合一的性质啊。说现在是暮春时节，哎，他先想想暮春是什么花儿。 黄色的，白色的，哎，他按照这个去找这个石我是这么一个声音的吗？说，<laughs> <laughs> 这是黄色的，白色。<laughs> 我这是卖中国罗朗是吧？哎，所以你你说这个，我一下就想起那要讲究的，那得小青上次书里写的，叫什么？三舌菊花，三舌羹，三舌羹，舌舌那跟时令的关系得到什么程度、嗯？这个，这个是从种菊花的时候就开始，对啊，从初夏一直到秋天。 秋天的蛇最美的时候，这是太史公发明的，没错，广广广州的大美食家太史武、呃、他要什么？他要什么样的菊花？嗯、呃，就是他就自己自己家的自己家里种的菊花、嗯、哦。他们家吃东西那个讲究时令讲到什么地步？比如说他们家后来他们吃自己家还种荔枝嘛，嗯，比如前阵子荔枝好的时候，他荔枝园呢是这样，就到了荔枝快要熟。 的那几天就开始紧张，请家里的人早上盯着，说明天估计清晨这个荔枝就要熟到刚好，呃五点多要天还没亮，露水刚刚要结成之前，赶紧全家起床去园子里头拿这个灯笼摘荔枝吃，露水一上，这个皮一变色就伤了，他要在刚刚熟，太阳又还没出来，露水刚刚还没结的时候，那一刻。 是吃荔枝的时候，感觉这家人这辈子就没干别的。<laughs> 的没有他，他不是啊、哦，<laughs> 他。<laughs>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是他掩埋的江孔殷，哦、他他是他是前清和民国的大儒对啊，看着原来的，所以你看都是期待这些，每一年有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东西，<对>这个就你这是珍惜的，尊重对得起我们的食物。你,你,说你,你说的对，所以今天我就觉得这什么叫高段位的人，在咱们有时候跟一些过去年代的人觉得没法比，今天是个专业化的。 比如说小青啊，这专业的美食美食工作者，甚至是窄化到纪录片工作者，对吧？但是你看这个过去，可能就是一个大儒啊，啊一个知识分子。他家这么来？边袁枚随园诗丹，写得好诗，写得好文。鲤鱼<喻>，对吧？甚至能对治国理政之才。啊、但是呢，在生活上能够讲那讲究讲究到罗朗这样的程度。 哎，这样一个段位，这这这个这个真是。哎，罗朗，你觉得你在中国这个多年，你不是爱谈哲学吗？要照你这个美国人每一次就这样对。哎，罗朗，你知道吗？我就开始紧张了。哎哎、罗朗，你知道？<laughs> 你觉得这么多年你在中国钻研下来啊，呃，这个西方人和中国人吃，你觉得有什么不同？有对比的地方也挺多的，但是相通的地方也挺多的。先说一个有对比的。 我其实这个就是所有的菜一一次上，嗯，因为分餐和对分餐和就是就是古体呃集体的和个体的文化，确实是从中国你就看看那个呃控制理论什么的，就是和谐和谐很重要，家庭和谐、城市和谐，就是全国和谐，什么和大自然和谐给我我带来的影响这个概念的。 就是每一道菜这些东西，就像切配的少的快，可以给很多人吃。用筷子就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是圆桌。但是西餐呢，就是比较呃个体的文化，他就觉得直接跟他上面的一个神仙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物质上的时间是假的，对吗？哎、你就是盘子上吃的东西，我爱吃什么我选什么呢？那就是有我自己的餐具。 比如说高档的，你说米其林的餐厅，你有这么多的酒杯、水杯、葡萄酒杯、香槟杯、波尔多杯，然后有这个盘子，有这个茶沙拉的茶、茶拉刀。你如果有有一桌的那个盘子，也不现实。你把主菜、开胃菜、甜点什么的，所以看起来就不是很丰富的、嗯。哎，你这个就能跟文道对话了。嗯，我记得他就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中餐呢是这个人吃饭。 西餐是饭吃人，<laughs> 是吗？我这么说过吗？<laughs> 我给你俗话了，你原话怎么说的、嗯？因为西餐呢，它是这样，西中国人喜欢这种自由，就是说西餐的话，比如说我们吃的时间长，不是我们来决定，嗯，是厨房来决定。嗯、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个餐厅像有的很夸张，我二三十道菜，一点一点一點,点慢慢上，那你吃三四个小时，你不由自主。嗯，但中国人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坐下，我们也点了一桌菜，吃吃吃。 其实呢，你半小时吃完也行，但我们偏吃它四小时都行。对啊，就比如说外吃的四小时还拿去热，嗯、然后或者说你你你这个呃再点个什么来，西餐你不太容易，比如说先点好了还不会再加点，不太有这个东西吧？享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嗯嗯嗯，嗯这个其实东方和西方的这种差异可能是从嗯有一个更具象的例子就是小麦。 嗯，小麦，嗯，大概人类一万年前驯服了小麦，九千年前开始往东往西散播。那到到东方的时候，你看遇到的更多的是水、蒸汽啊、面条啊、馒头啊，啊往西方去的都是火。嗯，就是东西方的这种文化，是不是有点水火？ 水火相济，对，就是就是有点有有点不一样，它可能确实是这样。刚才说到这个，呃，餐饮的格式其实也是这样。那那呃，西方的中国吃饭叫饭不语，嗯，就是吃饭不说话，传统是这样，嗯、传统是这样子。嗯、呃，程朱理学是就是宋代以后几乎是这样的。嗯嗯嗯嗯 那西方恰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机会，它嗯，那基督教里边的分面包的仪式就叫 communion，对，就是 communication，就是交流，对，就是从分面包开始的，它、嗯、跟吃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关系。 而且呢，人吃饭你是用这个说法。嗯、我跟谁 break bread，就是把<对>把面包摆开的，对，那就是吃饭的意思。对，对。而且你看，这个中国画不是讲究一个散点透视吗？嗯、哎，小青可以讲讲这个理论。就说说中国菜摆上桌，也有点像散点。对，没有透视的，是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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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主次之分的，<对>基本上。竞争<对>那西餐呢？<对>西餐是肯定有一个线性的排列。 怎么叫线性排？就是肯定是先是什么？它是所有的围绕着一个主菜来进行，嗯、就像一个音乐一样的，要有高潮一样的，对,对高潮的地方。嗯、<对>其实中国人也不是讲究团圆的<对>嗯，一个圆桌没有具体的开始，没有具体的结束，就是一个是一个圆嘛。<对>就是不同的那个<对>那个观点。 哎，就像我们这个圆桌一一样的，嗯、不知道不知从何而起，又不知聊到哪里去，<laughs> 对对对不过这个在西方也并不完全是一定是这样，或者从来都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呃，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由前菜一直到甜品的这种分餐的，就分一道一道排着上，其实，在西方的名字这叫做俄罗斯式，嗯，它其实是后来。 才固定下来。以前很早的时候也的确有过，什么菜都上来，但是那个菜上来不是共同摆中间。比如说是贵族家的话，他是有佣人轮着走过，然后你自己夹一块肉放自己盘子里，像唐顿庄园那种。要不然你看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到现在都还有这个习惯，家庭聚会也是一大桌，也都全都放。所以今天的这种分别，其实是很晚才形成的。 哎，那为什么我们印象中美国人感觉吃的挺简单，就是汉堡、什么三明治似的？美国好惨、啊。所以我我可以，<laughs> 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也说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要看到历史。我还记得我在，啊、呃，我在中国一个一个酒店。 也跟你学习，就不不专门说哪一个名字、嗯、是什么。嗯、就原来我们给钱再说。<laughs> 原来就那个领导就说，我们想做一个米其林餐厅，很高档的那个那个水平的。然后要不你做一个这个菜那个菜，嗯、他们要不做一个意大利面就可以做一个国家面类的这么丰富的，就叫意大利面、嗯、（Italian Pasta）。就有一个代表就是长的那个 Spaghetti，、嗯、还是 Capellini，、嗯、还是、嗯、还是佛西里什么，就代表这个，嗯嗯、那就番茄酱。 我们用的就是新鲜的番茄 r o m a t o m a t o 就是一个专门的品种，还有新鲜的罗勒、橄榄油什么这些东西给客人吃。投诉的，这哪儿有地道这些东西？那这个就是 Pomodoro，就是最传统的一个那个乡村味道的东西。对。然后问我的那个一个厨房的人就说：“你们原来做的就埋的怎么样？挺好的呀。” 那、啊、你怎么做？他说给我看薯条上面放的那个瓶装的那个番茄酱，嗯、有酸、嗯、有甜的，什么、嗯、这个确确实是也也许这些东西进来中国的时候，它没有可以达到那个要求的原材料。没有人种的就是欧洲品种的那，不是九层塔、嗯、就是金不换。我我给你发微信说金、嗯、不换呢。嗯 潮州人说的那个就对爆壳的就来一起潮的那个薄壳和薄壳嘛，这金不换嘛，sweet basil 就是泰国的泰国 a 泰 b a 泰国的那个，他们用的是 sweet basil，对，意大利的是另外一个品种，他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原来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意大利面应该是这样的，嗯，那就说真正这个问题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反正这就是我能接受的范围。 你能做我喜欢的，嗯、对我来说这就是正宗的。嗯、我一直在吃的，地道的，反正怎么你看的怎么样，我就想吃这个东西。这是我个人的历史记忆。对，所以就说是我们看历史，<吧>我们也不是了解世界，也是了解我们自己的人。就说储存食物、腌制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保持这些这些做法，保留这些传统的东西，像中国传统的这些呃民间的吃的。 也不但是保持一个烹饪的技巧，而且是保持人家的身份，嗯，嗯他的灵魂，人的生活的样本，嗯、对，就是过去我们的祖先曾经这样生活过。嗯、是什么人是想要什么，有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我。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挺有意思，就是有这种文化的误会啊，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个餐厅，对于什么叫意大利粉或者意大利面，有一种中国人士的理解，嗯。嗯 呃，或者我们一般对美国菜的理解就是汉堡、薯条。对，其实这种文化误会有时候也会很好玩。比如说，举个例子，像中国人理解中的日本料理，嗯，很多时候就会包含一个叫三文鱼寿司。但、嗯、但其实日本人不太爱吃三文鱼寿司。加州卷。对,对，加州卷。California roll、嗯。对，美日本怎么会有 California roll，对不对？呃，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人也很多这种文化误会。比如说，日本吃吃的洋食。嗯。 就那个洋食，你没在别的地方吃过。他那个说是洋人做的，你吃过日本的那个汉堡扒啊，那个蛋包饭啊。那美国人吃中餐呢？对，也一样啊。炒公鸡什么？这个鸡啊，炒杂碎啊，还是有历史在在美国。就这是美国发明的。对啊，杂碎就是。对，古老肉现在是美国名菜是吧？对，就换了一个一个名字，因为原来美国人就是他们。 个体的文化就是我有一个盘子，有主食，有蛋白，有蔬菜什么，上面<对>每一个东西分开的<对>一个盘子。然后外国人经营中国餐厅，本来就是一种集体文化比较为主，嗯、家庭一起来吃，嗯、一起来上桌菜。那这个就是蔬菜，这个就是肉食，这是面条什么？你一个人进一个中餐厅你说我想吃饱，那你就拿一大盘那个西兰花、剑兰、嗯，什么就是放入空心菜，<laughs> <对>或者是你拿一条鱼，这个不是特别。 平衡的一道菜，所以确实他们就说，那就把所有的东西炒在一起去放一个盒子。中国的朋友去去美国或者去欧洲的，哎，这这菜怎么不地道的？确实是每一个菜进一个新的地盘，它肯定会变的。对、哎，这个这好玩。可能还有有些中国人好像还有一个误解，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觉得法国跟我们有点像，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原材料做的呀，你都都变了原材料的味道。 或者说是你都看不出原材料是什么模样，你看法餐也是，不管叫鱼还是叫螃蟹，出来几个小球，对吧？我们觉得好像这在烹调方面、人工方面就花了很多的功夫。这也是不同的流派。但是你比如说，对啊，但是你比如说英国和美国，呃，给我们的误解就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是一个一大块牛排主菜啊，就是你点什么就牛排，光就这一个，就是,是不是太简单了？那你认为北京人每天吃北京烤鸭吗？ 那就是一种代表菜。我我有一个罗朗给我的曼哈顿的，呃，他他为了告诉我曼哈顿是一个移民构成的这个都市，嗯、他会告诉我早上去哪个食堂吃。嗯，但是这个又咽 <laughs> 口水了。<laughs> <laughs> 这个这个就特别专业。后来因为陪我的人觉得这个这太专业了，我们还这走一点大众的路线。那哪个是爱尔兰的？ 嗯啊，哪个是意大利的？啊，你你你你从这里边能够读到纽约的历史。我的我这个菜单我可以给你，哎，这、哎、<呦>真的非常非常棒。哎、<呦>呃，我我我下次我自己去纽约，我就专门就顺着这个。没想过你要带一个团，呃、我至少至少,我、呃、至少带上我，至少带上我。现在、哎、他就他就真的会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就能够嗯、呃、想象呃罗朗他做这件事情的。 动机，嗯，就像他一直说的，就是说，呃，食物是最好的桥梁，它能让我们彼此了解的更多。我觉得这个特别好，mm hmm. 就是上帝在我们在建那个通天塔的时候，尽管语言风俗发生了变化，但是在食物上其实。 我们通过食物能读懂这个星球，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那今天咱们这个圆桌就骑上了这个桥梁，<laughs> 吃一口，嗯嗯嗯，嗯